里是酱油跟杰克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的人类进化史。杰克超出一步外了，耶！我走了。回来啊！今天要干嘛？今天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杰克，问你啊。我们今天要做背包，耶！我们私底下用出超多皮革，不是吗？哇，很累啊！这里一组多，一组又33个，浪费了我们多少时间，多少生命？这件要做包包哦，背包嘛，背包。我还需要箱子跟皮革搓绳，然后皮革。啊，那我们请杰克帮我们做出那两样东西。啊，哪两样？搓绳吗？搓绳跟箱子。可是我不知道线够不够哎。我们有白色绒毛啊，白色绒毛不是可以做线吗？哦，可以可以。等到上一次，杰克又傻了。上一次我不是在那边等超久，等蜘蛛，對啊、都忘记绒毛可以做。哎，你们的国王啊，买点银杏。我需要皮革，然后再用加工刀，然后把它变成这个皮革条，会变这个皮革条。哇，一条一条的呢。对，然后这是谁的水袋啊？我的，我把它带走。拿起来。然后面对这个方向，然后叠出一个三角形，然后底下这边放绳子，然后再用石头戳它。戳。耶！做绳啦！啊，我的。一人一条。敲，刚刚好。哦，拿到了皮革戳绳，然后箱子的话之前就做过了嘛，就是木板围一圈，然后中间一个十字。看杰克伐木。这不是伐木，这是劈木头吧？杰克伐木上月球，为什么要上月球？围一圈，哎，石子自己放啊！石子，拿出石子啊！丢错了，丢草哦！叫你吃草啦！我要吃肉，我不要吃草。不行，素食生物。哎，拿起来，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中间箱子，然后底下是刚刚做出来的。搓绳，然后再加我们的皮革就可以做出来了。然后一开始的话，颜色应该就是皮革的颜色吧？对啊，就是咖啡色。嗯，有了我的背包。那个石头跟你的脑袋一样大哎、欸。什么东西？刚刚那个石头啊，跟你脑袋一样的。那我们也来做。好。我们也有背包啦！耶耶！哎，它背包可以取名哎、欸，按着 shoot 可以。还可以升级吗？哎、欸欸，我的背包！哦，你放出来了、欸。对啊，我可以放东西进去、欸。哦，其实拿下按右键也可以打开啦。我后面有背包，哎、欸哦，有可以背，可以背起来。哇，太可爱了吧！然后它对空气潜行右键可以命名。哦，杰克的包包、嗯、你要吗？没有啦，我怎么不能命名啊？你要对空气，战友小包包。哦，有，它有升级的东西可以做。怎么升级？我们来升级吗？我们来升级啊！你可以查一下那个，有一个叫容量升级木，跟容量升级石。木石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石会变比较大吗？好像会变比较大一点，我就一次做升级吧。啊，我们看怎么做。三个木头，嗯、空白升级。一个木棒，中间木材，上下皮革。还好那时候有私底下弄一些皮革、欸、不然不够。需要这么多皮革，傻眼。有空白升级之后嘞，就是上面一个皮革，然后空白升级。然后再加上三个木头，会。帮杰克敲。Hello。有。你第一个也放上来。啊！不是丢出去。在干嘛？哎，为什么你在上面反而都是被我吸走啊？不知道。然后再可以再升级，就是放中间，然后周围放石头，然后皮革。哎，外面有僵尸。点他上啊，杰克最英勇了，在那边讲话然后不做事，有没有睡个觉啊？睡个觉啊？啊，睡个觉。我今天是你最忠实的粉丝，负责喊666。我怎么觉得你每一集都是这样子？
我有吗？有。我怎么不能睡觉啊？可以吧？点钟加。没关系，睡了。哎、欸，平安平安平安。其实只要半数的人睡就可以了。啊，我们只有两个人。走进去前撸后撸。这样子，现在看，摆这样，然后就可以升级了。那这怎么用嘞？我要研究一下。有了，你升级看看。Update， 可以吗？跟他比赛，哎、欸，有，升级了，有升级了。我来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啊。嘿，哦，变三格。那我们也来做呗。要要变三排，变三排这样。我看，我看，哇，真的！然后再做升级，变石头的。哎、欸，来看一下容量。哦，四排。哇，好大哎，比箱子还大哎！我们多一身上大了，上不就好了？对啊。哇，杰克球帮座，我们来看杰克表演。又要我？杰克那么英勇。然后木棒吗？对。我不好意思说，我记不住啦，所以好哦，好了，有了，然后直接合成就好，直接合成。你是拿着它，我直接合成啊。嗯，有了酱油小包包，真的变大，变很大哎、欸嗯！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箱子了，方便。我看一下、喔，我今天还能做什么？背包哎、欸，其实我做的背包不是在进度里面的事、欸。不是吗？可是很方便啊！是啦，是比较方便。那、啊、上面其实我们之前不是有去那个村庄吗？对啊，就是好像要跟他们换那个耕地，但是可能要之后吧，之后有出去逛的时候。然后滤网，我们要做滤网吗？回到先做滤网。我们要不要来做一下？哪个？你不觉得我们原始人的生活太过枯燥乏味了吗？我们只会一昧的打怪、抄东西、打怪、抄东西、吃肉、打怪、抄东西、打怪、抄东西。我觉得还蛮正常的吗？我是觉得还蛮正常的啦。不行啊，人家骷髅头都会吹小喇叭了，我们什么都不会，我们比他还要菜呢。不会啊，我们抢他的小喇叭就好了，我们就会吹了。哎、欸，你讲的这么有道理，我居然无法反驳。可是我们不能一直依靠别人，我们也要自己研发出乐器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是想要做什么？所以我们来做乐器吧。乐器哦，这个吗？摇一摇，敲一敲，吹一吹。对呀、啊。合成图腾仪式需要的响摇响器、长笛跟图腾竹鼓。完成这一系列进度后，会拿到一本图腾百科的。然后他是说响，其实我不会打简字。我看一下长笛的话要三个甘蔗排斜的，上面一个草。啊，我们来挖甘蔗。之前就有种了，壯壯就留一排啊、嗯，挖上面就好。欸、有十个，应该是不会很缺啦。应该应、欸、我们后面应该很缺哦、喔，后面我们要做吃的嘛。嗯，那我们先做长笛吧。啊好啊，真的是有够快的！杰克吹一下，你坐着你吹。啊，我坐，菜主吹。哦。五音不全的，真棒。好，摇响器，骨头甘蔗。然后做出来帮我。啊。耶、yeah。这个是我不知道的东西，感觉是里面的零件之类的。啊、然后再加个，哎，这可以直接合。说啥呢？有了摇响器，这感觉像铃鼓哎。哎，对啊，铃鼓的感觉。哇，我们来合作，我们来合作。等一下，我拿长笛，我们来合作。好烂的合作，算了。还然后还有一个图腾竹鼓，我们需要一个皮革，然后木材。好，这些应该我都有。好，然后放上去，这样好。什么东西坏了？有了，图腾竹骨。我觉得你三个都给我哎、欸啊，另一个也给我。给你。有吗？哎、欸，有了，你看掉出一本书。哎、欸，真的，看一下这本书。那应该是图腾仪式的东西吧？对，哎、欸，你把那三个给我，然后你看这本书。好。这三个，看一下这本书啊，
图腾百科全书基础，哎，有旋律耶。图腾基础、图腾乐器、仪式工具跟杂项，我不会再说懒项了。懒项，看一下哦。我们要来试试看一个仪式啊。仪式是图腾族汇聚旋律来释放和使用魔法能量。每个仪式的中心都需要一个图腾基座，这是仪式释放能量的泉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仪式所需要的旋律来源于对乐器的演奏。那不会演奏怎么办？进行仪式也有两个要点，一个是对仪式的选择，而另一个是仪式的效果。选择跟效果，等一下哦，我们先做出图腾吧。制作一个图腾柱再简单不过，首先你需要一把图腾雕刀，然后将你在图腾柱进行雕刻。所以我们要先做雕刀。那我来敲个那个吧。然后我们之前不是有去那个吗？拿这个图腾的火把，好像是同一个模组的。是啊。我记得是用碎石对石头敲，不是吗？我得到了。雕刀哦，我们需要一个木棍，然后碎石片。那大家看看。好，有了。做出来以后呢？有了。你怎么做的？这是野牛。我来看，我也来做一个。你会选？你有没有看到？野牛、牛、末影人、马，然后嘞？然后对按右键。有了。哇！酷哦。然后要干嘛？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觉得我们先带出去吧。没了。哇，它好像是只能马上制作的。它只能马上制作，马上用。我们睡个觉吧，睡个觉天亮再来弄。有了。我们在哪用？我们在就自己用好了。好，我先看一下书好了。其次你需要使用图腾雕刀雕刻一个图腾基座，然后再依次往上雕刻图腾，最多六个。然后图腾柱会赋予玩家增益效果。还有增益效果哎！哇！好，那我们先砍旁边木头吧。好啊。你雕了什么？我雕了猫。猫。来，我继续往上雕。我发现我的回应水平和一方面。六。那我们一人跳三个，好，跟我想的一样。这个，哇，它太可爱了吧！雕什么？兔子蛋。这个颜色不一样，不行。啊，没关系，先这样吧。好。等一下。哇，你知道其实它有一个东西吗？什么东西？它叫图腾基座。那敲掉啊，第一个敲掉。把第一个敲掉。图腾基座，嘿，这颜色怎么不太一样啊？你看，你 ESC、不是 ESC， 你按一，有效果。真的，跳跃力量，应该是那个吧？这两个狼跟兔子的效果。好吧。那蝙蝠是不是夜市啊？不知道，你可以试试看。马、豹、猫、猪、兔、鱿鱼、狼。不然我试试看蝙蝠是什么，我也不能飞啊，没有用，没有衰落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是跳到提升效果吗？因为我刚从那边跳下来，正常要受伤，是吗？我试试。你怎样跳？你身上有斧头吗？斧头？有鼓槌啦。我跳下来喽。好，走、啊，没事。豹猫是什么呀？豹猫应该才是那个吧。豹猫。不知道，还有两个。等一下。嗯。你看，不会滑。你按，你跳起来按 shift。真的，这是滑行的吧？这是蝙蝠的吧？等一下，我有个想法了。嗯。所以我可以这样喽，就是这样啊，冲啊！哇，你这个飞！摔伤了，类似滑翔翼的效果哎。好酷哦！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盖一个柱子。我们这是要盖什么呢？刚刚我那边把最后的烈焰神换成马的啦，然后马的话是速度。
那野牛是什么？野牛是防御力吧？你可以试试看啊，没磕过就磕磕看。我看末影人的。末影人夜市哎、欸，这个太棒了吧！哎呦，那我磕野牛。野牛是什么？有效果吗？急迫是什么？急迫应该是那个挖掘加速。那我磕一般的牛。哎、欸，有鱿鱼哎、欸，不然我磕鱿鱼看看。好、啊。猪鱿鱼。水下呼吸。哇，猪我们磕过了吗？猪没有啊。猪嘞？猪。幸运。幸运。好不屌。是最后一个位置了。这是什么呀？爬墙吗？可以爬墙吧？不知道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真的是爬墙，真的是爬墙。太酷了吧！对啊，也、欸、不知道我们不用电东西，我们可以直接爬出去了。对啊，它距离好像真的有限。对啊，这边就没有了。好像五格吧，五六格而已。有点小。嗯，所以我们还不错啊，这个柱子很优、啊，这个柱子很优。太有意思了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哦，我们其实我们不用猜啦，打开书。哼。然后按图腾效果，嗯，那就里面就有写了。蝙蝠是赋予保护和滑翔效果，那、哦、猎人的话是防火，野牛的话是挖掘加速，牛的话是会拿到抗性，同时你会走路比较慢一点点。哦、然后末影人的话是夜视，马的话是加速，豹猫是可以防止 creeper 爆炸。我觉得我们家需要一个，欸、需要、哦。那猪的话是给幸运效果，兔子的话是跳跃提升，蜘蛛可以爬墙。墨鱼可以水下呼吸，然后狼的话是力量效果。以上，哦、那我觉得我们这边也可以弄一个，然后放蜘蛛跟那个豹猫。嗯，哎，然后它底下还有一个药草袋啊，药草袋能够携带图腾效果哦。然后你离图腾一段距离之后，还有这个效果。药草袋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那我们查了药草袋怎么制作，它是我们这个阶段不能制作的，所以我们可能要之后才能制作这东西吧。目前就只能使用这个图腾效果。如果想要观看杰克直播的话，可以到 Nono Life 搜寻844-1805哦。我家的狗狗，它现在很兴奋，因为听到杰克的声音。你看，它同意了，杰克好棒棒，杰克我偶像。